时间最为火爆的手游刺激战场，邀请 Miss 担任自己最新的电竞女导师，这件事情可谓刷爆了网络。众所周知，刺激战场作为时下最为火爆的吃鸡类手游，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而作为我们国内已经上市的游戏直播平台虎牙直播的一姐 ，Miss 大小姐也是在电竞圈中荣耀加身的电竞女王。可以说，这一次的强强联手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。要说到 Miss 大小姐，其实是一位相当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在网三出道的她，就获得过包括世界冠军的多项荣誉。随后转型为星际争霸2的电竞选手之后，才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并被广大的网友们亲切地称呼为星际女王。之后退役的 Miss 在解说圈与直播圈也继续发挥着她的神奇，不仅成为了英雄联盟的知名解说与人气主播，更是制作了非常多精美的教学视频。要知道的是，很多男性电竞职业选手没有做到的事情， Miss 作为一个女性却统统完成了。随后 Miss 在虎牙直播转型成为绝地求生主播，却是让很多网友没有猜测到的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或许绝地求生与之前 Miss 所接触到的 MOBA 类型游戏区别非常大的缘故， Miss 并没有在绝地求生领域成为一名真正的高手，反而是盒子精、人体描边大师等这样的搞笑操作，让 Miss 在绝地求生的领域中获得了成功。这自然也是 Miss 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。不过或许也正是因为 Miss 在绝地求生的表现，这一次他转战刺激战场之后的消息便得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调侃。就连 Miss 自己也表示，在看到自己最近吃鸡视频的评论都笑岔气了。在这长达好几页的评论都是在围绕 Miss 拿着枪在500米之外能不能够打到头。于是这就有了网友们非常秀的一幕。有网友表示，他能够看到人就不错了，不打死队友已经不错了，他能够知道开枪是哪个键就已经不错了等等。看来 Miss 在笑岔气的同时，估计心里面也在暗暗表示生我者父母。